但是就在要签合同的时候，这李家突然提出，做豆腐和磨豆腐必须由李家独自完成，秘密生产，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张家绝对不允许靠近这个房子，说是什么原则条款。那张家就想不明白了，哎，不是说好的共同经营、共同获利吗？ 怎么现在突然就变成了我张家出房子，其他的都交给你李家？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做豆腐？那万一你借着做豆腐的名义，在这屋里熬大烟土咋办？又或者，这房子里是不是有什么是我张家不知道，但你李家知道的东西在呢？这张家担心的有道理吧？有道理。这说好了两家合伙，你变成了一家背着一家干活呢，这搁谁谁心里都没底，哎，所以这个张家就找这个李家交涉，就说我们呀还是坚持以前的精诚合作、共同生产的原则。这李家一听，急了，非常愤怒，扭头就走，再也不理张家了。所以这两家就没合作成。讲啊，你说的很好，说的很好。 那这李家是高天集团嘛，是吧？精诚合作是精诚合作，两个人合作呀，最珍贵的就是精诚二字。没错，这李家这么做的，起码说明他们有合作的诚意，嗯，背后有顾顾鸟的打算，对吧？绝对有问题。哎，我都听明白了，这张家就是咱芈月山，李家就是高天集团。嗯，他说的很对。看见了，书记夸我们。 但是话说回来了，其实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在这个合同上签字，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更改这条保密条款。我作为芈月山村的第一书记，在这件事上关键的环节上，我把握的不好，负主要责任，所以我非常愿意接受上级领导和大伙对我的批评和指责。班书记啊，话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是有些事情啊，我们没有把它真正弄到位。白书记，嗯，通过这个故事的解释，我了解了。嗯，我还想再说一句啊。好。你们芈月山对高天公司拒绝的确实是太晚了。县里的领导和我们在如此大声势的签约现场也太难堪。所以事实证明呢，在我的思想深处啊，还是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意识。 啊！但幸好啊，有识之士及时提醒我，才没有让我犯更大的错误。所以我非常真诚地恳请媒体朋友们，把我在这件事情上的不严谨和失误报道出去，啊，让更多的决策者吸取这个教训。尤其在对待绿水青山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再慎重，避免重大失误。白书记。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呐！好，我看好你的坚持和坦诚。谢谢，谢谢，理解，太理解了。虽然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我支持你的工作。谢谢，谢谢。还有人说呀，白书记管那个高天集团的老板要好处，人家没给，才造成这个合同没签成。这哪有这种事儿？这不是流言蜚语吗？江主任说的不太准确，啊，因为，哎，做买卖嘛。 没有人愿意干赔本的买卖，是吧？但如果说要好处，也是高天集团向我们要好处。我们玫瑰谷是天生的胜景啊，温泉啊、瀑布啊、奇松怪石，还有芈月洞，这是国家重点的生态保护区，重要的水源地，而且它是极其娇贵和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要小心翼翼地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 所以，在这个地方搞开发和建设，藏着掖着不可以，我们是不放心。所以，我们对待玫瑰谷就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更好地保护这个大原则。好，好。孟主任，孟主任，哎，这您这边请。正好刚才。 你不是要说你们的事儿吧？刚才在村口啊，孟主任代表高天集团给我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吧，孟主任？他说高天集团啊，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不愿意更改这条保密条款的。那大伙儿说我们能同意在这个合同上签字吗？不同意，绝对不同意，不同意。孟主任，你听到大伙儿的意见了吧？啊，听到了。好，辛苦啊，孟主任，您也费心了哈。应该的，是跑了好几趟了都啊，辛苦辛苦，谢谢大伙儿啊，谢谢大家啊，啊，谢谢谢谢。 哎，麦老师，你说我刚才这琢磨着哈，哎，咱们俩啊还撺掇人白书记躲着那些记者点儿，嘿，没想到人家去刘青岭家不是躲着去了，人到那儿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服，利利索索的去见那帮人去了。哎呀，咱白书记啊就是人才，那就是当好干部的料，身正不怕影子歪，有胆量有见识，这道理讲得通透。 而且还能坦诚相待，以理服人，化解了困境，真是不错。哎呀，那你这是夸白书记呢，是吧？我这哪是夸他呀，我是在表扬他。那夸和表扬不是一码事儿吗？哎，姐，你这笑是几个意思？有点怪异啊。我没有什么，不懂。 看来你和全村的意见是一致的，那这事儿就没个成了。哎，你说的确实也有道理。来，喝点水哈。哎，你也是没少费心呀。事情虽然是没办成，我们仍然是感激不尽。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工作，但是这样的结果，我回去要是一汇报。 那你白书记可得承受很多来自上面的压力啊！没关系，您尽管如实汇报就好，我相信领导早晚会理解的。孟主任，我们乡村发展离不开外界的支持与合作，虽然这次没办成，不代表以后成不了。我给您一个承诺，很快，我相信闽粤山会有新的项目，在你们县招商办上账。 都分着，都分着，都有份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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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分着，分着吃。哎，三阳，三阳，你妈给你带的酱，炸好的酱，流程灌的啊。班长，班长，来，锅巴，你媳妇可说了啊，别自个儿独吃，分着吃啊，分着吃。哎呀，站在这儿往远看，这风景是真美啊。但是咱们这个工地这环境也是艰苦。 好嘞，好，还有东西大家伙分分啊！好嘞，好嘞，好嘞。哎，慢点，慢点，慢点。尤其对一个女同志来讲，真是不容易，辛苦了，郑工啊！嗨，我都习惯了，这搞土木工程的常态就是风餐露宿。倒是您白书记，村里那么忙，还大老远跑过来一趟，真是。你说家里那么多事儿呢，这儿有我就行了，你还跑过来一趟？咱们跟高天集团这个项目没搞成，这是大事儿，你一个人说得清楚啊？哦。 实话实说嘛，来，拿完走，管够了啊，管够了。还有啊，哎，志刚，白书记啊，咱们之前啊在梅给谷啊勘测的这些资料，想让郑工啊好好给把把关啊。行，没问题。哎，你看一看，这都是志刚他们设计的。行啊，马志刚，你这图纸现在画的像模像样的。你还得多提意见。哎呀。 这基本的标识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看啊，这里的比例，啊，这里地形的衔接，还有这个高差标识，这个 A 和 A2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您说是？没事，挺好的，挺好的。郑工，您费心了啊。这个图纸极为重要啊，你像后面的这个招商引资、业务洽谈。 这图纸可是重要的资料啊，是这可不能马虎啊，啊！哎，我接个电话。哎，小小，郑工，你们先说，我接个电话啊！哎，你说，你就不能痛痛快快的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事儿导致两家合作不成呢？我跟你说啊，小小，这个事儿很复杂，我必须当面跟你说才能说清楚，明白吧？白朗，你别跟我推三阻四的。 你当我在北京就是个菜鸟啊？就算合作不成，你为什么要在背后说人家高天集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打算？啊，回头我跟你细说，好吗？我现在有正事儿。好了，我先挂了啊，回头再说。喂。 关机。那玫瑰谷我注意过，那里的条件应该很适合蔷薇植物的种植。好啊。哦，不过我对种植产业的了解还是很肤浅。我建议咱们村里应该尽快的咨询一下国内相关产业的权威人士，请他们给出一个严谨的论证。是。 郑工说的非常对啊，必须要严谨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我接下来就着手联系北京专家吧。哎，啊，好，那有必要的话，志刚，咱们可以再回村里再反复勘测，因为这个肯定是越精准是越好。好，我们再实地调图吧。行，可以。您要是有需要，我随时待命。好。到了这儿呢，就是最后的规划了。基本情况就是志刚介绍的这样，啊，如果大家没有异议，那我们就按照玫瑰谷生态旅游规划和玫瑰谷产业规划一举两得这个方案就商定了。啊，接下来我就去请农业专家进行考察论证。哎呀，咱们一个小山村，出门两眼一摸黑，上哪请专家呀？恐怕挺难呀。那倒也是啊，恐怕咱们够不上人家吧。 专家的事啊，我来想办法。我今天就出发。虽然现在没有疫情，我们还是要注意公共卫生。那我们现在开始从前村和后村，我们一起往中间推进。好，那没什么事了，我们大家开始吧。行，那边，咱俩去村东头那家。好。没什么别的，就是注意口罩还有手套都不要摘下来。行，你先忙着。好，小姐。 丽丹，哎呦，现在全村都在消毒呢，你快把这口罩戴上吧。好，谢谢。这样，我帮你拿行李去我家吧。行，这个我来提吧。走。胡姨，我又来了。哟，小，你看好长时间没来了啊？胡姨都想你了。妈，小姐这次来呀，又扑空了。 他说找白书记有事儿，妈，小姐喝水，谢谢。可是白书记上午走了，那也不算扑空。白书记即便有事儿出去啊，很快也就回来了。这村子里离不开他。你看，我妈也这么说吧。这个不是春假嘛，白书记又说想跟麦老师一块儿出门，但是谁知道麦老师上午说有事儿走了。不过我想白书记自己出门回来应该快。哎，麦老师没跟白书记一起出去吗？ 嗨，那我看他俩在一起呢，我还以为一起出去的呢。胡姨，我进去收拾收拾东西。好，休息一会儿啊。丽丹，给拿点吃的。啊。那你知道麦西姐去哪儿了吗？好。今天还真行，兰花姐，谢谢你啊！天这么晚来送我回家，这不应该的吗？行了，你赶紧回去吧，这不就到家了吗？那行，那手电筒拿着，照着点路啊。那你怎么办？我这不一拐弯不就回去了吗？好，快走吧。那我先回来啊。慢点啊。你说你怎么就不接我电话呢？我不听你电话里解释，你必须当面跟我说清楚。小。 麦西姐，这么晚了，你到这边来干什么？啊，我睡不着，瞎转悠。你想见我？来，屋里面说。好。小，来，尝尝我做的玫瑰清茶，可好喝了。白老书记拿去做样品的，里面就有这个。 谢谢。小小，其实我知道你是在想些什么，女人都是很敏感的。我跟白书记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我们俩是有接触，但我们都是为了玫瑰项目的那个事情。麦西姐可能有些误会，其实我不是反对你们俩，我的生活不需要你的反对还是赞成，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其实今天你正好来了，我倒是一直想告诉你，你对于白书记在高天集团的这个合作的事情是有误解的。误解？和高天集团合作流产的事儿，其实最开始全村的人，包括我，我们都很不理解他。但是后来当我们知道了真相，全村的人也包括我，我们都很支持他。为什么呀？告诉你啊，那天。 就是在村委会，白朗书记答所有的县媒体提问。哎呀，您跟我们说的这些啊，对我们是太有帮助了。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这也终于是有专家来给指导了。哎呦，你们这儿搞得不错呀。是。哎呀，这都是麦老师来了。哎，好，好，好，麦老师。 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慢点慢点，小心啊！啊，这是省农科院的夏院啊，夏院长，这是麦西老师啊，跟玫瑰产品有关的都是他研究的。夏院长您好，麦西老师您好，前天呀刚品鉴过您的玫瑰精油和玫瑰茶，今天呀就见到开发者了。夏院长，欢迎您来我们芈月山考察研究。 我呢是村小学的老师，平时对这个玫瑰花挺感兴趣的，谈不上什么开发研究。哟，您的研究成果我们可是很在意的哟！快来快来，您带着我们大家好好介绍介绍你们这里的情况。好，那您随我从这边走。好，好，慢点啊，小心啊！哎，好嘞，真好。走。你看，哎，大老板，大老板，挺好的。那个，那个高天集团的事儿，麦西姐她跟我说过了，我觉得你做的对，我也支持你。这事儿啊，回头我单独给你好好解释解释。 你现在跟我先陪陪客人啊！哎，好好，哎，等我一下啊！来了，省农科院来函了，我们请麦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说说好消息。好好，这个省农科院的夏院长啊，他们一行来我们芈月山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已经出来了，鉴定结论呢说我们芈月山区非常适合蔷薇科植物的大面积种植，而且我们这里啊具备开发建设玫瑰产业种植和这个加工基地的条件。是，所以咱们这个玫瑰谷啊，这个基地的建设还真是马上就得开始。还有就是啊，玫瑰谷生态旅游的项目也不能老是停留在讨论上面，我看主要就是2点，一个是宣传。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详细的设计规划。哎，就比如说这个温泉、竹林，还有这个竹桥、石桥，还有砂石道路的修整，那些又花不了多少资金，那就是马上就可以动工。没错，这个玫瑰谷的这基地建设呢，我觉得还是要走出去，请进来。啊，咱们要多找一些有实力的、有技术的企业，跟他们联合起来。 当然，农科院呢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优质的企业，所以咱们就趁热打铁啊！这个农科院的夏院长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回去以后啊，夜以继日啊，无偿给我们设计的这个，你看看芈月山村玫瑰产业综合基地的规划方案。哎呦，这个好！大伙儿传阅着看，这个好啊，学习学习。这个好，这个好啊，这个好东西，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哎呀，好，哎，这个好。好专业。麦老师，哎，你觉得刚才咱们看的那个玫瑰产业基地的那个报告咋样？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的。它既不贪大求洋，也不局促小气，还能和我们玫瑰谷生态旅游项目充分的结合起来。 啊，我觉得也是。虽然吧，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要把这个玫瑰产业种植和那个旅游一结合，我觉得这挺好的。对呀，种植玫瑰和野生玫瑰一结合，看得出这老专家真是花心血了。那是。哎，你来闻闻。大专家。大专家。大姐，我们正弄着呢。哦。哎呀，好，刚才那个玫瑰产业基地规划方案，看完感觉怎么样？我刚才和兰花姐还说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芈月山的实际情况。不过我们也想先试试这些土办法。好，是，虽然说吧，我看不太懂，我就觉得人家弄得挺有道理的。我宣布啊，从现在开始，你们二位就是玫瑰产业基地的负责人。呀，那。 这麦老师没有问题，那我能行吗？兰花大姐，您太谦虚了啊！一定勇于承担起来这个责任啊！既然有兰花姐在前面带头，那我就加油干吧。好，那既然有领导们撑着，那我怕啥呀？哈，还有麦老师呢，那干就完了呗。不过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让哑女也加入进来，她心灵手巧，我想一定能帮到我们的。是，好，好，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好，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第一步应该怎么开始？第一步呢，咱们还是要办相关的手续，秦岭可以协助他们，没问题。第二呢，就是招商引资，咱们借鸡生蛋啊，开始筹措这个开办资金。那建基地要多少钱啊？前期设备的投入。 至少80万。哇，20万，80万，那么多啊！嗯。孩子们，过来，慢点啊！来，金叔叔好，你们好，孩子们好，看金叔叔给你买的什么？金叔叔辛苦了。 叔叔不辛苦，你们辛苦。好，都拿到办公室去啊！哎，好嘞，好嘞，几个人抬着。好嘞。麦琪，金总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我去乡里办点事儿，顺便给孩子们买点学习用品。也想找白书记谈谈，更重要的是为了看你。 有朋自城里来，不亦乐乎。那怎么着？不请我进去喝点你那玫瑰茶？我们学校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着的，只要心怀善意，谁都可以进来。那你说我是心怀善意呢，还是心怀恶意？说不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哪看得那么清啊？你说的也是。 其实啊，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走吧，去你那儿喝点茶。金总突然造访，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来我们芈月山村了呢。麦老师的意思是说，我没提前打电话联系呗。 不是不想联系，我是怕你不接我电话，更是怕你还在因为修路机械的事儿再生我的气。白希，我都实话跟你说了很多次了，那真的是一次误会。我手底下人根本就没跟我说，他们把这修路机械租赁给金利公司了。平时呢，我也根本就不管这些具体业务。你说啊，我真的是好心办了坏事，还不如当初我就不答应就没事儿。 再说了，人家白书记都不计较，你还计较啥呀？我能不计较吗？你这么看着我干嘛？你这事儿干得挺漂亮的呀，有矛盾，有冲突，还有戏剧性。你一个堂堂的集团董事长，可以把自己说过的话轻轻的就扔在一边，而且扔得云淡风轻，干干净净。行，都是我的错，我失误，行了吧？ 你爱计较就计较吧，反正我是无心的。真的是我手底下人他。算了，怎么解释都徒劳，不解释了。我今天来啊，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白书记谈。你还有事情要谈啊？你觉得会有人相信你吗？反正我不能。看看你们女人真是，人家白书记。 可就不像你了，人家是大机关来的啊，心胸宽广，能容得下五湖四海。白书记是心胸宽广，能容得下五湖四海，但是你要记住，再宽广的胸怀，它也容不下阴谋诡计。麦西，你说我阴谋诡计？我就是认为你在搞阴谋诡计。你所有的这些解释，在我听来都是可笑的借口。当然，如果你能保证以后不这么做了，我还敬你是条汉子。看看，还是我老同学最关心我。哎，你说啊，咱们班上那么多女生，可我就是喜欢你，啊，这种精明爽快、爱憎分明，一点没有小女人气。要是能有你时时刻刻在我身边，督促着我啊，看着我，我一定能少犯很多错误。行了，别生气了，好不好？白希，谁要是娶了你，你一定会是个贤内助。金总，你这个话题又扯远了。你这次来找白老书记有什么大事要谈啊？商业机密，不能告诉你。等谈成了，你就知道了。你怎么就知道一定能谈成？谈不成接着谈呗，反正我有自信。哎呀，哎，好。 麦老师，金总，咱们该过去了吧？好嘞，我知道了。麦西，我先过去了。白书记，这个推动乡村振兴，绝对不是发几袋大米、几桶油或者几笔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要从根本上为他们打造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项目，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我想。 要为他们埋下一个财富的种子，长成一棵摇钱树。哎呀，没想到啊，金总对致富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呀，认识的非常深刻呀。这是中央的战略，我能不关心吗？真好啊！这个不认真领会中央精神的企业家，他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白书记，我这人说话直啊，您两次招商引资都失败了，而且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您看看。 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金总想怎么帮我们呀？我们湛川集团想和你们芈月山春合作开发玫瑰谷。好事啊，怎么开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还有财政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特色小镇的培育工作，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啊！中央的计划是到2020年，要培育出1000个左右的。 特色小镇，白书记，您看看，咱们能不能联手，在玫瑰谷开发一个特色的温泉小镇？您要是同意的话，我们集团立刻着手报批设计规划，而且我们可以先行支付给你们占地款200万。哎呀，金总啊，真是。 哎，首先非常感谢哈，您这是雪中送炭啊！没，咱们这是合作共赢，合作共赢是合作共赢，说得好。但其实啊，建设这个特色小镇啊是容易的，关键就是要警惕特色小镇的房地产化倾向，严守生态保护这条红线，严禁挖山填湖，破坏山水田园，啊，特别是要防范假小镇。 真地产的项目，所以金总，可能我们要先拿出一个设计方案，啊，咱们先碰一碰。有，肯定有。好。哎，事情进行怎么样了？这个人真的很难对付，开口就是同意加感谢，说。 坚决支持小镇的建设，这不很好吗？可是他话锋一转，就开始拿中央的文件做对比，坚持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来开发建设特色小镇，严守环境保护红线，还要禁止挖山填湖，禁止破坏山水田园，还说防止假小镇真地产的项目。你这不就是明摆着反对吗？这个人太难对付了。我先让经纪公司到玫瑰谷，多给他制造一些麻烦，让他一听到玫瑰谷就焦头烂额、头疼，恨不得就把玫瑰谷这事儿给甩出去，然后我再去找他继续谈小镇建设的事儿。您看怎么样？行，让我想想吧。好，我等您指示。 你说说你啊，你要回县城，你早点跟我说，我就可以直接把你带回来了。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来的好。这么多年老同学了，跟我还是那么客气。怎么了？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确实有心事。有什么心事啊？直接跟我说。你要不说这咖啡我都喝不进去了。 我们村在搞玫瑰产业，加工玫瑰花茶、提炼玫瑰精油，已经有人给我们介绍合作的商家了。而这事儿呢，也主要是我和牛兰花大姐，我们俩共同来负责。好事儿啊！说吧，需要我做什么？需要钱。多少？80万。虽然可以招商引资，但那确实太难了。 真有意思啊！我刚跟白朗谈完，我们要合作开发玫瑰谷。他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先支付200万占地的补偿金。你想想，这个事儿要是成了，你还用来找我吗？这个事儿不管它成与不成，我都不能用那个钱。为什么？那是占地补偿金，我们这是在办企业，这是两回事儿。行啊，我的老同学。 你这是大企业家风范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样夸我？什么企业家不企业家的？我这不就是想帮帮芈月山的乡亲们吗？好，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个忙我帮了。不过呢，我们集团有很严格的规定，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借资。所以。 这样，我给你担保，去我朋友那儿融资。融资这个过程复杂吗？你放心，有我做担保的。保险吗？放心吧。那你可别像上次一样，那个建筑机械的事儿说完就完了。哎呀，怎么会呢？都说了好几回了，那纯属一次偶然。再说了，上次你是借机械的介绍人，这次你可是借钱的主人公，不一样。 老同学，我真的拜托你了。行了，放心吧，啊！我是心里有愧。你说大家都忙上忙下，都为村里做贡献。咱们都是军人出身，都是有血性男人，我这心里啊过不去。战斗大哥啊，您为国家受了伤，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您心里有啥愧呢？ 您虽然身体残了，但是精神不残呐、啊。您不一直在想事情、做事情吗？你看我都这样，还能干什么呀？战斗大哥，我今天呢，一是来看看你，二呢，我是想告诉你，啊，咱们村委会呢要一步一步健全起来。我接下来要成立一个村民监督委员会，让您当村民监督委员会的主任的候选人。 村民监督委员会候选人，嗯，谢谢白书记，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又可以给村里做点事儿了。不过白书记，你放心，如果我选上了，一定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咱老百姓。我相信，我当然相信您了。好吧。 走。哎呀，等我一会儿，跟我去了啊！哎，快点，来，别做饭了，拿东西，到玫瑰谷去，快点，后面跟上，快点！好，走。咋了？喂，啊，咋了？这出啥事儿啊？哎呀，你那么着急，就是肯定出事了。 这不出事不可能，白朗书记也这么着急啊！是啊，要不咱看看去？那货还没卸完呢。让他先卸货，啊，快快！哎呀妈呀！啊，这个。 别举报了，停！停！停！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刘大姐，小心点，小心点！刘大姐，停！停！停！别动！别动！别动！干嘛呢？这是？你干嘛呢？是不是活够了？你在搞破坏！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啊！谁不讲理？闽岳山的人拿了我们公司那么多钱，说了好好的让我们在这倒垃圾，结果呢，拿了钱就不认账，到处去告我们。行。 不让倒就不让倒吧，你们睁大眼睛看看，我们这是在干嘛？是在给你们修路，做好事，你知道吗？呸！做什么好事呢？你把我们玫瑰都给压坏了，把你糟蹋！这么大的工厂，压死几颗玫瑰，有什么了不起？你说什么呢？你看看，那是几颗嘛？那一片、这片、这片都给压坏了，把我们糟蹋了，就完了。白书记，你也在，您给评评理。白书记，白书记。 哎，吉利公司来电话说呀，是县交通局规划的村路路线，航春那个玫瑰谷。别听他放屁！你说话这讲不讲理呢？你我怎么不讲理了？江建国，哎，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啊，你向着谁说话？我，行行行，我不跟你说。哎呀，你这，白书记，我们这可是正常施工，这事儿。 你到底管还是不管？我问你，你这不是在修路，是在搞破坏，不管是吧？行，退！我看你敢！我看你敢！刘大姐，刘大姐，乡亲们，乡亲们，我先接一下李副县长的电话，我先接一下。哎，李副县长你好，我是白朗。刚才交通局来电话了。 修路是为了致富，是吧？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嘛，是不是？这个你们应该支持啊。您说的这些道理啊，我都明白。但他们现在不是在修路，是在搞破坏。金利公司已经和交通局签了合同，路基施工是按照合同进行的。你们阻拦施工，这是错误的，您知道不知道啊？ 李副县长，但是我们发现了错误，是不是应该及时纠正过来呢？哎，就算是施工方案有什么不妥，啊，你们也应该向有关部门去反映、去投诉。按照之前的规划啊，这个路基要修在玫瑰谷的外面，现在他们挪了这么远，已经挪到下游来了。这玫瑰谷小溪里的水都快给堵住了，这水流不出来，汇成湖就把地都给淹了。 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玫瑰谷的生态环境吧？我作为这里的第一书记，我有责任出面阻止，别无选择。如果真是有什么问题，那等有关部门的裁定以后再改嘛。如果我错了，我愿意接受组织处理。啊，行了，行了，行了，这个咱们就先不说了啊。这个人家的这个施工机械已经进场开始工作了。 我觉得呢，还是让他们先把这个工程做完了再说吧。李副县长，我认为必须停止，没有余地。白朗，你太不像话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你把电话交给江建国。江主任，嗯，李副县长，啊啊，喂，李副县长啊啊，好的。 那就按您的指示吧。好。那个李副县长的意思呢，是先把这儿的工程完成以后呢，其他的事情呢是以后再说。啊？听见没有？副县长都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来来来，开工！白书记，没事，咱们在一块儿。 我和你们在一块儿啊，白书记，您这是干嘛呢？是吧？行，走法律程序是吧？行，好，来来来来来来，站过来，来来来来，江主任，江主任，我手机。哦，对，手机。哎，您就别走了啊，一起吧，咱们合张影纪念一下。来，拍吧，拍吧，拍。行，有一个算一个，一个都跑不了。我才不怕你。沈爷爷，怎么了这是？雅女说呀，那天齐贵和刘慧厮打，腰伤了，起不了床了。去看看。 老爷子，严不严重啊？哎呀，怕是那天呢和刘慧厮打受的伤，这腰部淤血阻滞。哎，我回去熬几贴膏药，贴贴试试吧。七慧啊，你的腰腿本来就有毛病，可不敢剧烈的运动碰撞，弄不好啊会瘫痪的。 脚踩泥泞，手捧珍稀。你向远方的群骑，来到了这小山村。爱家爱户串门，你走得那么齐。同坐一条板凳，你轻拢一个身。 向前往前奔，彻底拔掉穷根，你出招那么准，愿我小康梦想。